朋友们大家好，看我身后这俩，这是一个江边退水遗留下来的死水塘啊。这里面肯定是有鱼的，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有鱼在外面跳，选那边那个位置选。这是南极加918啊，这个是纳尔，试一下鱼口。这个鲫鱼可以啊，这么大一条啊，这么大一条，还不错，再试一下。哇，这个地方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个地方看还有没有孔，我估计这下面的鱼蛮多的。哎呀，下去就有一条，又是条鲫鱼啊！我感觉撞到鱼窝了，这下面绝对是个鱼窝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鱼货啊，这么多，鲫鱼还可以啊，小的也有，大的也有啊，还不错，这应该有个2斤多吧，2斤肯定是有的。今天在这个枯水塘里面还有这么多收获，还蛮不错的啊。看，这是我朋友的，朋友还搞了这么多，我朋友也搞了这么多，看到没有，这么多。看这边，这边这位朋友看钓多少？玩你们哪个啊？不知道。看这里，也钓这么多。我们过来没钓多久，